交互设计和新媒体，每种体验都值得认真琢磨。极光片语或长篇大论，和你分享我最赞的思维干货。阅读、旅行与互联网，世界大的能让一只熊在这儿啰嗦。一个人的播客，精彩永不嫌多。设计、思考与生活，听听狗熊有话说。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聚焦设计思考与生活的独立播客《狗熊有话说》（Bell Talk）。我是主播大狗熊。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前两天呢去了一趟北京，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数字世界亚洲博览会。我们熟悉的是它另外一个名字 ，Macworld Asia。那这个 Macworld 大会呢，在北京举行的这个峰会呢，其实已经办了四年了。从11年到14年每年都有，每年呢我都会去这个大会呢，带给我很多新的视野、新的朋友，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工作的机会。我自己呢对它有着不一样的感情，每次前往 Macworld 上呢都可以结识一些新朋友，见见一些老朋友，感觉呢非常的亲切。而且呢在这两年呢，其实也可以看到自己或者是这个其他朋友们的一些成长。比方说去年和有的聊的朋友们一起在 Macworld 上做现场直播，这个是我在前年的一个梦想，或者说一个目标，一个想法，能够在一场国际级的大会上做一个播客的直播，能够和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播客有的聊来做这个节目。去年呢实现了，有一定的成长。去年在会场上呢看到一些有的聊的粉丝呢热情的和他们的喜欢的主播打招呼，当时呢我也觉得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在一个会场上也有朋友主动的冲过来说大狗熊你好，我是你的粉丝，能和你合个影，这个聊两句吗？今年呢有很多朋友也来到了会场，那这样的一个成长呢自己可以感觉得到。但是呢这个我们说中国人说话都有一个但是啊，这两年的这个互联网市场，或者说这个移动网络科技互联网的这个领域呢，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四年的时间其实已经可以算是跨越了两个正常公司的生命周期。我们在四年前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一些名字，比如说像诺基亚、黑莓、爱立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名字，哪怕是这样的一些不可一世的公司都不会再存在了。那在整个以苹果主体的这个产业链为主的这个 Macworld 上呢，其实情况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一次我们在现场，这个我和有的聊的朋友们呢再次录制了一期关于 Macworld 的这个闲聊节目，我们的观点呢都有自己具体的观点，所以在这个个人的播客里面呢泛出的是没有剪辑过的完整的版本。其中呢有我们对这个 Macworld 现在的这个主体市场的一些吐槽，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有一些建议，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如果你去过这个北京的 Macworld， 希望你听了以后呢也能够得到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体会。那我也发自内心的希望北京的这个 Macworld 能够作为一个连接果粉、连接数码爱好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凝聚点，把这个展会持续的办下去，能够有更多的人每年一次来到这里和朋友们相见，一起见证自己在数码领域的一些故事和一些成长。我想这个应该是比每次我们去讨论会展上有些什么样的热门产品，有些什么样的数码配件，要比这样的话题要有营养一些。好的，那现在我们来听一下
当天我们在 MacWorld 的现场，大狗熊和有得聊的主播们一起制作的 MacWorld 的现场特别节目。大家好，这里是有的聊播客和狗熊文化说的现场特别节目。我们现在呢又在北京一年一度的 MacWorld iWorld Asia 的这个现场了。那在场的有好多朋友，先都给大家打个招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有的聊播客的 JD。今天有的聊播客呢来了四个主播，还有另外三位也都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布鲁。大家好，我是肥皂。大家好，我是能出没之一。还有一只大狗熊。上次在有的聊的时候见大狗熊还是游戏 FM 的。对对，我们上次还聊神秘海域省海呢。对，还是冬天的。对，这回夏天了。现在又来到了 MacWorld 一年一度。有的聊这算是第三次来了，第三次来了。时过境迁啊，这都来了三回了。大狗熊来了几次了？应该几次都应该算四次都参加了，四次了，四次都参加了。对对对，他门口表上填写就是最多就是四次，最多就是四次，最多四次都来了，成就达成，解锁了，每年都解锁了。问个直接的问题啊，会有第五次？明年还来吗？明年还有吗？有邀请，邀请就来，就来，有邀请就来啊。咱们俩都来过。这今儿另外三个不录，小能和肥皂都第一回来。第一回。说说第一回的感想。什么都可以说是吗？什么都可以说。随意。什么都没收钱。没收钱。没收钱。我觉得我说愿意剪就剪，反正我不剪。我觉得挺冷，比想象中冷清一点。就是我原来以为会更挤。你们呢？因为我之前混迹的主要是游戏展会，而且特别 low 是国内的游戏展会，更多人，那多热闹啊！对，然后我就说，终于发现了一个环境很整洁，然后厂商都是在展出自己产品，没有展出太多姑娘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展会，所以我特别开心。肥皂觉得还不错，能不能多去一下？有对比，有下线的，还不错。小能呢？我因为以前去的跟肥皂的有点类似，我去大部分都是动漫类的影视。类的展会，人山人海，跟这边比的话，就是艾格尔的显得稍微会冷清一点，但是还是这个感觉，就是产品很直接，有各种这个在电商见过的以及没见过的这种产品。对，我的感受呢，这个因为来了三次了嘛，说实话，确实一回比一回冷清啊？是吗？对，一回比一回冷清。包括身在加拿大的有藏也在问我，说：“哎，今年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呢。”问我两天了。今年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我说：“你也别太期待了，别太期待了。”心系国内。对对对，而听说好像有藏最问我最多的一个那个问题就是那个日本那爆炸头那品牌在不在？爆炸头。Ozaki。今天上一期节目还说了那个前两届的都是大展台，哦对，去年它还挺规模挺大的大展台，今年可以跟有藏传达一下，也不在了，不在，是牌子不在了，牌在不在不知道，反正展台不在，展台不在。但我说你有什么感受？你作为一个我们还是来其实是来看的，对，你参与其中。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因为第一年我是一个纯粹的就是打酱油啊，来作为观众来听来看。然后呢，我自己感觉呢，像去年和前年的这个 MacWorld 呢，它这个精气神会比较足一点。去年呢是因为它的这个规模和形式啊，去年因为有地下，然后也有这个一楼的这个整个大厅啊，同时呢这个论坛区的讨论呢也还比较这个针对性比较强。那今年呢，其实从形式上我们已经看到规模已经缩水了嘛，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收，但是也有一些相对有意思的一些小展品，比如像昨天接力我们说有那个智能家居的有一些小东西，对，可能这个都是今年才刚刚，对，今年会有。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呀，是不是也说明国内的这个科技，或者不说科技吧，互联网的这个
觉得还是太浮躁了，能存下两三年的这个产品也不多，展会也不多，他能办四年的话，现在如果接下来要做一些调整的话，应该是有必要的，还是做一些这个就是思路上或者是一些形式上的调整。反正我觉得今年整体的这个东西，刚刚说有直接的东西也还挺好，就是它不会太过多的去包装这个商品的噱头。对啊，那卖手机就卖手机，卖耳机就卖耳机，商品就是展商品啊，不是展，不是卖肉，不是姑娘啊，估计姑娘成本高，真是成本高，成本高。刚才那个大伟成说，昨天也在跟大伟成底下交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周五的时候就是昨天来了一趟，大概转了转，然后包括呢。展会开始的时候也看到朋友圈里有些人在发，就是会有一些刚才说的智能硬件，智能硬件今年几家厂商国内的我所知道的一些都能，反正能来尽量都来了，能来尽量都来了，也展示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说明一个怎么说呢，现在这个行业的一个趋势，有一点趋势。刚才咱们在跟老朋友艾克利尔的小龙聊的时候，我在问他，我说你所知道现在配件这行业怎么样？因为以前都说 MacWorld 苹果配件展嘛，对啊，卖壳味儿的，对对对，问他配件这行业怎么样？当然呢，这个小龙很谨慎了啊，这个话可能是我理解之后不是他原话，就加上我这了解的也是，现在配件的行业确实没有前两年那么，你说随便一个厂商，深圳一厂商做一手机壳，对，然后卖的那么好了，对，买手机壳的人好像也倒没有减少，反正就感觉这个行业稍微有点没有以前的火爆，其实也是有疲劳感，疲劳了，疲劳了。而且我觉得一方面也在说明这个MacWorld 嘛，还是跟苹果是关系更紧密一点，对对，可能会跟苹果这个产品的趋势也有一定关系，对，它毕竟是一个上下游的一个关系。你像苹果这两年的新品，可能厂家有一些它还没跟上，包括思路上啊各方面没跟上，而且我自己感觉呢，像那个苹果的新产品的开发呢，它的这个目标可能还是比较远，但是它这两年放到市场上的这个节奏明显的没有安卓的这个其他品牌的这样的一些节奏那么吸引人啊，虽然它可能都是在布局吧，因为像我们做开发类的呢，就比较兴奋，它可以自己去推出语言，然后可以这个有很多开发的工具在用，但是那些呢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它都是一些这个就像做游戏的去做引擎一样，就是别人是看不到的，最终出现的东西呢还要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中间这些上下游的厂商卖手机壳的也好，卖配件的也好，甚至是耳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厂商呢，可能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就是随便他卖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小的卖点就 OK 了。现在呢，似乎都需要去找一些其他的面，其他的这个，不管是活动策划也好，去把这个东西做起来。但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说是好事儿，不然的话这钱太好赚了，也不一定好。观众来参观的观众可能也有一点疲劳，对，再加上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兴奋的点，对，这以前是一个感觉卖过了嘛，就是跟这苹果的，我是粉丝，我一定要来看看，可能看了两年，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关于从 iOS 也好，从这苹果设备也好，它现在更注重的点。不是这个硬件本身了，对吧？还有很多，比方说我的服务这东西要做配件展很难，对对，服务你怎么做配件展？对，都是背后的东西。对对对，这两年都，你像以刚出来的时候 ，iPhone 四那可能人人买壳，屏幕贴膜。对，那我觉得苹果自己的发展思路也是越来越不支
它对壳也不是很友好了，慢慢它本身这个机器对壳也不友好。你像下一代如果按 BOSS 的图来讲 ，iPhone 6是一个特别圆滑的边，你做壳就更加的费劲麻烦麻烦了。你不像原来它那个做壳比较容易，包括像上一代 iPhone 5，它背后的三种颜色的布局什么都是希望你展用那个整个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带壳土豪今天看不出来了，对。对对对，你再加上屏幕贴膜也是，你看今年就看屏幕贴膜其实少很多，嗯，我记得去年好多厂商都是 啊，对，在那免费贴。去年最奇葩的一台设备是自动屏幕贴膜机啊，那个手一摇是一张膜贴。现在跨境技术越来越高了，对对对。现在我原来还说那天跟朋友聊，我说以前我用四的时候不贴膜，虽然我也不贴，就是不贴膜确实后来屏幕上面有一块划的，嗯，现在五用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事，贴也没事，对啊，我划了。这个是可能用的太狠，对对对，也没确实狠，所以这一方面也在，而且今年好像确实刚才说耳机会多点，对对对，真是音响器，反正基本上市面上就是。针对 iOS 设备做的优化的这种耳机的厂商全来了，嗯，甚至没有做过优化的也来了，嗯，有没有做过优化的吗？很多品牌，不点名了，不点名了，嗯，不点名了，对，高一些高大上的这种耳机品牌，对，耳机厂商来的多一点，对，耳机比较通用，因为真其实耳机，对，反而你说跟外壳有什么之间弹性没关系，对，其实是不是可能我乱猜，换一个角度，是不是现在耳机市场也不好做？他们以前就不用做什么广告，不用做什么活动，就撑着卖就 OK 了。现在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看的，或者说用自带的，用就苹果自己本身的东西。对，未来你可以想象，就是苹果把 Beats 收购了之后，大家也着急了，就有一些打平民化的、打大众路线的耳机就更不好卖了。嗯，对，所以也说明他们可能想的就有点危机意识了，以前不做活动。你另外刚刚说那个，其实这个趋势是肯定是好事儿，就是硬性的东西，就相当于我们最初，这个经济不宽裕，存了好多钱买了个新玩具，然后标签都不舍得撕，保鲜膜那个保护膜都不舍不得撕，那个状态。但是现在呢，大家更注重的是怎么拿它去玩，对，使用它。所以手机这个东西现在那么普遍的一个东西，这个壳呀什么的，那个技术含量低的东西呢，慢慢就会被这个调整，对，没错。所以早几年那个 MacBook 真的就是当时我们自己没上节目的，私下说卖壳 Word 嘛，卖壳。那现在今年至少它这个卖壳不是重点，壳都少，真的壳都少。嗯，可是我觉得，而且这个卖的也少了，完了样式也少了。对，嗯。但是像原来一些公司的卖壳，它也会开始增加一些周边了，对，背包啊什么。移动电源，移动电源还是去，移动电源还是很大一块。对。电池没解决嘛？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还是就是，可能也是现在媒体越来越发达，大家如果真的关注这一块的话，很多新的东西你很早都能看得到。像现在卖货的回来看的很多，像智能家居或者是佩戴产品这些，嗯，在市面上它的宣传已经做了很多了。嗯，其实你过来不会有特别的耳目一新，哇，这个产品就是居然有这么有特点的产品在这里，这种感觉有啊。咱们刚才看到了一个，啥呢？就是那个耳机，哦，那个，机器人那个。上尤其就是打电话，咱专用耳机，那么大个儿一东西，听着小苹果玩赛车。其实这东西也有可能是你必须得特别高端的人士，随时几百万上下那种，在家玩游戏，然后助理来电话了，纸牌屋的老大，那种，省得切换了。得是 Frank 玩视频电话，对啊，就那个耳机，还是他自己配的音，对，再加上今年这个，相对来说地儿也小了，嗯，地儿小了，可容纳的东西，我觉得这跟展商的参与度也有关系，嗯，包括对比一个北京另外一个前几年比较有名的通信展，嗯，通信展刚开始的时候也可是风风火火，老火展。对，风风火火，那个我好几年都去了。然后前几年的时候还有什么三星啊、诺基亚啊这些黑莓，都濒临死亡的一些厂商，除了三星活着，濒临死亡的一些厂商都参加，也是慢慢的，最后一次去通信展还是两年前吧，大概也是变成了有点，要么就行业内交流，要不然就是这种支架。
通信的这个配件。我觉得这种展会如果真的想所谓的继续做大做强的话，还是应该着重于后面的一些，包括一些峰会啊，一些或者是专题讨论的这种方面。我觉得对，应该创造一些影响力或者是话语权出来，可能对展会本身的发展就好。所以我看这个刚才他说也有了有论坛设置的这个环节，去年论坛会多一点吧。嗯，对，都差不多，就是只是说去年呢，他那个论坛的房间多一点，今年呢就是时间紧凑一点，还是整体规模整体规模有缩减，然后那个论坛其实倒还一直保持着这个还可以的这个状态，因为相对来说，他这个论坛和这个展会是有点。就是中间是没有太过多的衔接，论坛就太比较高冷嘛，就是这个聊的东西比较高冷。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这两年技术发展的这个趋势呢，做研究的沉淀下来的研究比较少，所以这个论坛呢，它的这个每年聊的东西不一定都能有新的东西，还有就是没有特别新的这个嘉宾能够随时跟进来。比如假设去年百度的人来聊，今年还是百度的人来聊，那差不多嘛，状态还是一样。就前年一位设计师，今年这位设计师来聊的话，他还没有把更好的东西沉淀下来。因为像其他行业呢，他有那个就是双年展的概念，就是他不是说一年，他是两年一次。那这样的话，至少你可以有一个时间来沉淀。那这个还有就是这个互联网这个太快了。我记得有一年，2011年吧，2011年还是2012年，有人来说这个游戏营销，好像还有一个嘉宾是911，那个来聊那个破解怎么做，那个就是叉叉怎么叉叉应用怎么通过叉叉去装啊。那这个现在破解的人也肯定会少，然后肯定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就像一条河一样，它不是说固定航道了，随时在变。那这样的话，厂家可能也不容易找到，包括掌商呢，也会找到一些不一样的点。不过这个我倒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年初我去他们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旧金山的这个 MacWorld， 其实感觉呢规模还没有北京的大。然后展出的东西呢，部分有少量的科技的东西，因为毕竟它这个 MacWorld 它不像那个消费类的电子展，就它不会有特别新奇特的吸引眼球的东西，但是它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国内展会很少见到的，就是那个真正很骨灰的、很死忠的一些人，那这些人呢，他会。可能把这个去展会见朋友当做一种聚会的一个习惯，文化方面的东西。对对对，他每年都会来到这儿，因为我见到几个那个50-60岁的老头儿，还跑去听这个 Mac 的应用，然后还记笔记，那这个感觉就比较有感触，因为像国内的呢，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会来，那来的目的不是，都有，喝了，专门收集纸袋啊，照片啊，对，这个为环保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起来，其实像你说的，这个话题说过好多次了，就是在国外的展，它可能 MacWorld 那种还是一个爱好者聚会，对吧？有厂商，有民间的这些。达人这么一个聚会的形式，对，那在中国所有展99.9%都是不是厂商，不是 B to C 就是 B to B， 一般都是这种 I to C 的 C to C 的展都是 C to C， 同人展 C to C， 漫展也有 B to C 啊 ，B to C C to C C to C 是少，它那个层次特别单一吧，可以说就是没有融在一起。哎，我有个设想啊，我觉得如果明年的这个时候 MacWorld 还有北京那场啊，我倒是有一点期待。为什么有点期待呢？你的智能家居该起来了。对，我觉得从今年什么的该来了。WWDC 上所说的，iOS 这一套东西，包括它的健康，包括它的，其实之前就已经有 iBeacon 这个定位的应用。再包括它智能家居的这些，我觉得年底就9月份发布会的时候，很多很多东西应该已经快呈现出来了。对，然后如果到明年的话，应该有一些厂商
根据这些来做出的新的产品。像那个时候就我觉得会更有意思一点。对对，你比如像智能家居的这些东西，你观众来你能体会到你的 iPhone 怎么跟你家里的东西匹配，别管这个东西是有没有实际的作用，对，至少它有趣，对，至少功能能存在，对，好玩。iBeacon 这种也是，其实你就是比方说我走到这个展台，哎，手机直接显示了所有的内容，包括据说 iOS 8的 beta 版里也有这个，就是当你检测到 iBeacon 的话，你右下角会有一个相关的直接让你安装应用的这么一个按钮，有一个小 A 的圈，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干嘛的，等正式版出来再说。对，这些加到一起，我觉得会让来展会的人，就这些厂商，哪怕我就是厂商把这些产品拿过来了，我新产品也会很好玩，也会好玩，对，好玩，总比你看那个手机壳好玩多了。嗯，而且你现在看手机壳，我大家普遍的想法都是马上新的就出来了，干嘛还买旧的这个手机壳？对啊，那边换手机呢。对啊，对，这也是这个世界上比较尴尬的一个，有三叶草啊，桥上买了，你是白控啊。这种品牌的手机壳，比如卖一些设计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就是纯是说卖一个图案，完了壳质量也不高，就完了两块钱成本十块钱卖，这种淘宝的肯定不会是以后的主要方向。所以今年也少了。我觉得真的明年要如果能把这些厂商加进来，就会有意思了。对，智能手机壳是吗？智能手机壳，不是智能手机壳。你说我就进到这个展台，它稍微有点，对对，有点互动，有点科技的东西，我觉得。而且这样对整个 iOS 啊，包括苹果的这些系统也是个好事。对，大家更能直观的认识，我提供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些可能开发者了解，对，用户不了解。对 ，iBeacon 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因为像其实就像刚刚说那个旧金山的，现在已经有那个 iBeacon 签到了，就今年去的时候已经可以走到那儿，自动就 OK，你的手机上就那个就有一个那个信息，你就可以拿那个信息就通过检入了，然后就像其实这个就像一个周期嘛，就像我们看有些年有好电影，然后啪啪啪一直烂上两三年，就各种奖项评出来的那个最好的都是比较烂的片，但万一碰到像那种94年95年也突然来一大堆好片，那实际上之前就有酝酿。这个苹果现在在那个 iOS 里面呢，它 iOS 8的开发者里面有一个那个 HomeKit， HomeKit 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接口开放给家居智能家居的这个制作的。然后这一次它论坛呢，海尔的那个人过来聊了，就是相关的这个一些思路。小米也来，小米来卖酷儿的，小米来卖酷儿的，小米来卖酷儿的，你还这个不来怎么知道超神？对，说好说好。所以他们也来呢，这个也说了一下关于智能家居的一些是做路由器的那个团队的人。但我跟接力的感觉差不多，就是如果这一套东西现在大家还是集中在数码设备上，就是太小了，数码设备就那么大，最多就是一个 iPad 再加一个电脑，那这些东西的配件能玩出什么花样呢？其实没什么。然后今年上半年不是去年呢，大家又炒各种可穿戴，手环，那手环其实也还是，就是最终还是和你这个数码设备连在一起的。但是以后呢，就比如我们电冰箱是智能的，或者那个电视智能的，它根据你的喜好推荐节目，根据你的这个食物存着什么推荐菜谱给你，那这样的应该会更有意思一些。比如说再夸张一点，比如说你食品带上的二维码，直接进冰箱，你可以知道保质期，就会提醒你到期啊，或者是过期之类的。对，发展这个都是挺有意思，而且现有科技都 OK， 都是可以解决，可以解决。感觉技术上没有过多的门槛，很多东西在手环上面都是能成立的，你只要在冰箱再稍微多一点集成，还是可以做到。所以还是看一下，那厂家呢，因为毕竟，
他们如果东西好卖，他是不会去 做改良 和调整。在钱好赚的时候，不会改的。海尔最近挺紧的，肯定是啊，这些传统的都是很紧张，厂商都不知道怎么做，有点着急。最近大的白电黑电的厂商都紧张了，都紧张。嗯，因为他们的业绩其实报表也不好，就是其因为所有的，包括国内的厂商也是一样的，国外厂商更明显，因为国外的厂商现在把中国大概在5年前就已经把中国当做本跨国公司最大的增长点了，就希望你中国一个地方能养活其他地方的，就是补贴，就是你聊所有的外企，他在中国每年定的增长额都是10%，他觉得你这个就是你 GDP 的8%，我这么大一个企业来，我销售额不得10%的增长？对。但是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减缓吧，算是，就是明显达到他们的要求，然后他们就是很多雪崩式的反应，你业绩不好，股票下跌，股票下跌业绩更不好，就会。国内的也有紧张，国内的因为原来我们节目也聊过，海尔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一个跟随者，海尔在白电方面已经是全世界的领导企业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领导这个行业在往下走，他也对啊，他必须站出来领导了，没有人能够，他不像原来西门子出什么我差不多，然后改进。现在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能力越大。他现在在第三世界，甚至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很高了。他必须得想这个市场下一步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市场一旦萎缩，是他的全部。他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他还是要想点事情。就是我们也很多方了解，还是挺着急的，还是特别想自己在智能家居这部分能够有一个什么跨时代的设备出来，但是很难，真的很难。对，没那么容易。你刚才说这个全球现在实体经济就是整体减缓，对，整体减缓，我觉得这是。也是侧面反映的，就是现在 MacWorld 的这个展会，每年这个每年递减冷清，完了面积缩小，这也是实体经济的一个侧面反应，一个体现。因为实体经济不好了以后，相关的带动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东西，是不是会造成这种情况？其实展会本身就是个实体经济，因为它就是比较传统吧。因为当年信息交通不发达，然后大家设一个时间，设一个摊，农民赶集嘛，就是咱们那个农民赶集的进化版本。进化版，然后后面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各种博览会，对，各种万国博览会，对，武器博览会。你现在24小时乘7，随时都是可以是博览会。还有之前说的，就是你很难在展会当中找亮点。对对，现在也就是车展，它可以压着新闻说，我这台新车，我必须在这台车展首发这种。是。但互联网行业很少听说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展会，我首发。因为是游戏还有压一压，我压到展会上有发。游戏现在也已经，游戏跟互联网上都开始这种，就是我这个产品随时发，2年之后出来。我现在不敢忍了，就是现在就差不多就先丢点消息。我觉得这是因为游戏更严重，没错。游戏两年之后，就连发售日都没有的。预计2016年发售，然后先给你一段视频偷跑一下，弄个房间出来。对。像这种展会就是，比如 MacWorld 这种更实体化的，它就没法压，它都是一些在市面上宣传，该宣传宣传。这是因为它消费品它的消费周期决定的，比如我一台汽车。一个游戏我可以用很长时间，像这手机每年都更换，那么配件是也相当于就对更着刚才说的日常出新的话比较容易了，或者升级都方便，大家都有一套自己的推广和更新的方法。那顶多是像我的耳机，我会试听一下再现场。对对对，也就是这种发布信息也容易了。对啊，以前我要来展会就是为了发布一些，而且为了上个媒体都在，我一起可以上全都上各种介绍。对。现在的开个发布会都是网络发布会，还可以卖钱。网络直面会，网络直面会，游戏厂商啊，都玩这个，所以确实也是各个行业危机。另外一个层面，我还是希望除了刚才说明年有意思，我还是希望慢慢这东西哪怕小，维持着，对，发展成像这种。刚才说美国这种家聚会，聚会，对，我觉得发展成聚会是一个方向，对，是一个方向。哪怕是开发者之间啊，跟这个开发者跟粉丝用户之间啊，然后甚至是做这个行业影响，我相信啊，4年之前，第一届会的时候，
包括咱们两边的听众，当时也只是听，没概念。现在肯定有从业的，对，肯定有当年是听这个东西，现在哎从业，以前可能哎从是这样，从这个点看看展会，现在变成比如跟相关人员，嗯，那你这一些人每年有这么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嗯挺有纪念意义的，来假如参展。嗯，想当年是别管是听哪个的，嗯，现在也来了，四年前就第一期的时候就听了，现在也来参加会见见朋友啊什么的，这样也挺好，嗯，没有必要非弄得特别大，哪有去 CJ 见朋友的，见女朋友是吗？CJ 找女朋友，找女朋友，找小纸片，对，是吧 ？CJ 这种这么大展会肯定不行，肯定不能弄成聚会，也能弄成聚会。对啊，对吧？大佬之间的、啊、不好多说。产品经理，游艇聚会是吧？不好多说啊。我觉得你这个算是过冬的方法。这个如果真的要过冬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对对对。我觉得品牌还是应该坚持的，作为一个这样的品牌，也算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性吧。对对，如果过上个几年七八年，那个。在这个会展上有一些朋友积累下来，那其实也形成一个习惯，也挺好的。对，而且换个角度现在来看呢，这个其实交通也挺方便了，对，方便多了啊，不管是上海啊到北京啊，那个除非像我们这种边疆云南飞机很快，对，那机票几十年也没涨价，也还算好事儿，然后工资都涨了好几倍了啊，那这个机票、嗯、挺划算的，票对，所以但是北京来这边也方便多了，嗯，原来最早来的时候还没开八号线啊，没地铁，八号线还没开呢啊，都很麻烦。现在来这个展会还是很方便，来展会方便多了，八号线直接通到南锣鼓巷了已经。嗯啊，原来明年就应该到南上海了。对对对，直通了。现在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参加展会了。现场也方便多了。去年我还记得那个也还麻烦啊。对，有的聊，去年的时候还没有到鼓楼。那条线没到鼓楼，到家对，到北土城、嗯。然后呢，那会儿当时分享的还是说，我看了地铁那个地铁通，从我们家怎么着二号线绕一下圈儿，二号线我得怎么绕到十号线，特别复杂。嗯，今年就方便多了。对，今年坐汽车来的。对，今天是汽车来的。嗯。而且最关键的，刚才也说，现在这个行业国内越来越急躁，带来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显现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越来越 low， 越来越媚俗。就像现在这样卖过的，像现在这样逼格很高的展会，应该在国内应该是屈指可数，屈指可数，扣钱了啊，扣钱了。您刚才说肥皂说特 low 这个。我那个刚才跟Blue看到了四个1.8米左右的大妹子，完了穿着比较运动清凉的装扮，每人举了一个牌，每个媒体的牌子吧，串场来排成一字形的，那已经不错了。我觉得这个跟 Mac World 的这个逼格格格不入，但是在国内来说已经不错了。你们觉得？但我真的就从格调来讲还行，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 low 的。我是觉得就是人少了，比我想象的人少了，但是其他都还行，包括你设置啊、展会啊、整个风格啊，都还不错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能保持逼格这么高的这个展会，在国内不多，对，真的，而且收购少，反正是。收购现在少，而且还有特点。收购还行，现在就得现在少而精，不是现在眼界那么宽。我现在什么展会就是阅人无数，姑娘少，就是姑娘越少，产品越多，越专业越有意思。对，这样。对你没有产品展，所以只能展姑娘了。对对，是。像有一些就是只能展姑娘那个，卖货的反正每年都是这样，你得从众反正也为数不多的修购里边大概找一个一两个，哎，这亮点啊，也是个那什么，挺好。肥皂还是参加了太多 low 展了，参加了太多，都去了一些什么展会？太多 low 展了，也不错了，还能看见妹子去那些好多展会，都穿着。是套头的娃娃，就看不见人的那种，全是那种
你浪费妹子了吗？这个里边也不知道是不是妹子，都是很专业的通信展啊，什么都是大设备，对，嗯，商用机都是穿西装，对，穿西装，旁边填表的，那个行业之间的，所谓妹子都是员工，都是正经员工里面选好看的，我感觉都是。直接开始洽谈业务，对，直接换名片。我们 to B 的形式也是找姑娘比较单位比较好看的妹子跟我们一块儿来谈，就是他们负责站着，我们负责谈。确实也是个各种各样的形式吧。反正总结来说，今年咱们两边又来了，对啊，来了。明年呢，希望还是来。没有 be back 啊 ，be back， 希望还来，觉得还行。生化六，还是会做生化七，希望。嗯，但是也跟有藏，我估计有藏也会听了，跟有藏说一下，是吧？不用遗憾，对，没有值得遗憾的。但是跟他那儿比起来，可能他还是挺想来参加的，比他那儿好，应该是比他那儿好。他应该觉得挺热闹的吧？当时应该觉得对我估计对有藏来说还是挺热闹。肯定要比那个地广人稀的家国。有一些新奇的配件啊，对他来讲挺新奇的配件，也买不到的配件，主要是买不到，买不到的各种新东西还是挺多，还便宜，对他来说。除了有些国际品牌，就是加拿大能买到以外，可能有些中国本土的，中国品深圳品牌的，对深圳花香北出来的那些，肯定都。那见都见不到的，3D 打印手机壳，10块钱一个。还有那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看了那个，杰里说年年都来参加 ，Mac 上面装 Windows 的官方虚拟机，对啊，虚拟机，正版虚拟机，每年都来，都来，嗯，确实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没第一次看到，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他们还发正版的，对，正版挺好。他好像今年又填表发嘛，又填了吧？今年应该是填表发，他每年填表发一套，嗯，然后他这是有一年的时间限制，就你可以每年来 MacWorld 领一套。哎，那待会儿我也填一个，当门票。我再也无法鄙视单位里边用 Mac 给装 Windows 的了，不一样，不一样，对啊，不能用直接的 Bootcamp 的那个装就不行了，虚拟机装显得格调高。你再说我这是正版的，对，关键你这是虚拟机是正版的，你的 Windows 也得是正版的。一下子把您听晕了。Windows 也是正版的。以后科普一下，单位要也科普。嗯，差不多吧，差不多。咱们今天呢，在现场也没什么太多的花絮，因为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这个展会最初的这个投资方是那个 IDG 嘛，美国的数据集团，他们那个创始人的这个去世了，就是麦格文，然后这次展会上呢也办了一下他的这个一个追思会，就是一个纪念，那个麦格文在这个 IDG 的地位有点像乔布斯在苹果，就是创始人，然后灵魂人物，所以他。这个去世呢，我觉得不是说这个会直接给 MacWorld 有什么影响，它应该也象征一个时代，就像乔布斯去世那个很多苹果的这个一些思路啊，虽然延续下来，但是那个精气神会慢慢的有调整，没错，所以会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咱们中国人古代也说这个两年三年差不多变一次，那这个这个展会到现在有4年 MacWorld， 反正我个人肯定是希望它能够持续的有，毕竟作为边疆地区的人，有机会对啊，有个血统，有个理由，不管是公司出差也好，这个别人邀请也好，那个来见见老朋友，结识一些新朋友，对，你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个就是经济不是太好的这个大环境，还是找到一些点的话，反正有危机，肯定也有机会，对啊，如果发现一些好的这个方式啊，比如说刚刚咱们聊的这个过冬可以是人的这个人之间的交流和聚会，然后呢新产品和厂家呢，它也不可能就是说一直没有调整，它会有一些增加，你可能明年后年会有更多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出现，你这样的话呢又会有个亮点。Winter is coming 嘛，那就展会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毕竟很多产品不都是互联网产品，还是要实际来体验才会感受到那种冲击啊。对，感受到。毕竟还是要有这个，因为
网络我始终还是觉得虚拟的二次元东西永远无法完全取代这个实体的触摸和感受，还是要摸到手戴到身上你才知道，光看肯定不行，看那图都可能凡是上身的都得试，对，就包括人和人交流也是见面，然后那个现场的这个人肉对人肉这个感觉，要不大家老说的一句话就是电话里说不清楚，对，当面聊，当面的是欠钱的，是女朋友的这个打个说辞，人在一个其他奇怪的地方说电话里说不清楚，不要经常用这个理由，不要经常用，怎么说？电话能查我？电话说不清楚，背景音太嘈杂，退房了，退房了，信号不好，信号不好。先生，您的牙刷就是先生，您房间有使用迷你斑吗？有用过？还录节目？录节目？关键肥皂的女朋友听不听节目？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咱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大狗熊，有聊播客这边呢，非常感谢大狗熊又给这么一次机会，也没有，就是互相见面了，对，互相见面聊聊天见见朋友的机会，也给听众传达一下，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听了呢，每年的都听，对，翻回来这个见见大家，听听以前的节目，听听现在的节目，再加上很多确实是老朋友，刚才说到那个艾克利尔呢，也是一直支持有的聊，支持这个听众嘛，然后也是还真挺坚持，每年都来啊，对，每年都来怪不容易的，不多说，反正也希望明年的这个时间我们还是一样聚到一起，没错，然后聊聊这个那一年的新的东西，没错，展望一下接下来这一年还有没有什么新东西，好的，那差不多就到这儿吧，这一类节目呢，明年的 MacWorld 再见。对，明年见。对，明年见。活动节目明年再见。Okay. 好，拜拜。拜拜。好嘞。